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。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，已被吹送到天空。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，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。只有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，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，思念将越来越薄。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，已被吹送到天空。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，依然一个人生活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。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，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。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，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，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好，这就是杨宗纬，其实都没有。谢谢大家。你，哇，你，哇，你，哇，他。哦，这个我不给我给我吧，你说你自己说，你会怕我没人？对，好好，其实因为他其实他跟歌咏真的声音没有，他声音跟歌咏很像，可是因为要是我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唱得很好，我很想选他，可是因为他跟歌咏很像，我想说，你没有歌咏，我想说，而且他就是他好像就是教歌咏唱歌的老师吧？真的假的？他是老师？对，好像是吧。所以就想说，不是你闭嘴。等下你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三 M， 你三个 M， 你就叫三 M 吗？你哎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 3M， 也不算老师啦， yeah, 只是以前跟他一起混，所以哎，你有没有团？哎，你混音关一下。哎呦，马上能贴粉丝团了。你粉丝团就叫三 M 哦。你粉丝，我关混音会剩单边，好、哦，没关系。你怎么跟歌咏一样，真的是歌咏老师？因为我们设备是差不多的，我们设备是很强的，对啊，肾脏一边就够用了，然后那个声道也是，声道也是。对，哎、欸，你那个，你知道你刚刚唱那首歌就很像，你把我的心都唱到塌下来，你懂吗？你懂心塌下那种感觉？我的心本来是很热情，热情如火，然后很完满的一个心。你把我的心唱到整个塌陷了，好像缺了一个角，然后你把我一个角落给唱死了，是个催眠的概念吧？
这我不晓得怎么形容，我这辈子没有这种感受过，我不是在做效果，可能平常以前我真的在做效果，可是我这次真的没有做效果，哇，你真的太屌了，请你来我的战队，我需要你这个声音。然后你粉丝专业叫什么？让我按一下好不好？拜托，我想按一下你的粉丝专业是那个，就叫什么？他贴链接，陈永谦，然后挂号 3M。陈永谦 3M， 好好，我先按，我先按，等下我按完再讲，好。好啊，哎，那你有什么梦想，还是有什么话想说，还是对这个比赛有什么期许？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发现，就是很可以从比赛中听到很多自己没有听过的歌吧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是希望可以带来更多好听的歌给大家。